各位亲爱朋友、主女等姐妹，大家平安，欢迎大家来今日嘅主日。我哋今日要同大家一齐思想嘅题目系非常时期嘅非常安慰。让我哋咧一齐咧嚟睇一处嘅经文，《约翰福音》20章20节到23节。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我们再一次低头，我们做一个祈祷。亲爱恩主，我们将这家这个时候交在你的手中，让我们在安静聆听你的话语的时候，有你圣灵的感动，明白主的旨意，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安慰。特别在这个非常时期，我们可以得到主的非常的安慰。感谢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刚才呢，我们读的经文呢，就是耶稣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门徒呢当时是非常之害怕，全部呢都聚在一个地方，闩埋门，不知道呢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他们非常之害怕犹太人是来是捉拿他们，所以呢就话呢，因怕犹太人。就是这个时候，耶稣突然之间呢超越时空的在他们当中呢显现然后呢就将安慰平安的说话呢是讲给他们听，让他们呢得到好大的安慰和喜乐这个呢就是耶稣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的一个历史的记载。我们看看现在，虽然纽约的这个新冠病毒的感染开始呢下降过了一个高峰期，但是我们加州并不可以呢因此而放松。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呢官方在我们 LA 的新的警告呢，就说现在新冠病毒已经是我们 LA 最高的死亡原因了，平均每一天死到30-40人那么多的，所以呢我们一定呢要提高警觉虽然呢这个的高峰呢是会呢会过，但不等于呢这个的新冠病毒呢不会再爆发，而且呢现在呢还是有很多人受紧感染，在医院里面接受紧治疗，甚至乎呢仍然是有人死亡。咁美国总统呢川普或者特朗普咁就非常之焦急咁就发出咗一个好令人呢好诧异嘅一个嘅即唔合乎医学嘅一个问题，就係话消毒剂可唔可以注射到人体里面嚟治疗新冠肺炎呢你真係好有创意啦。咁呢个嘅 Lysol Detto 呢个厂商呢即刻回应绝对唔可以唔可以千祈呢唔好听咗呢一个嘅新闻发布会之后呢啲人呢就走去呢饮呢个消毒水，或者係攞呢个针筒呢打落个身体里面係会死人嘅一定会死人嘅咁我哋睇到呢即係美国总统会问出咁样嘅问题呢，可以显示出呢佢非常之焦急非常焦急真係巴不得呢即刻有解药出嚟咁我哋呢所有喺医院入面啲人呢都可以呢係即係可以痊愈啦，可以康复啦，每日有解药啦，唔怕呢个新冠病毒，咁我哋可以呢即係快快脆脆啦係恢复经济。咩呀美国总统始终係一个商人啦佢唔係一个医学家唔係一个科学家。好啦，咁我哋睇到呢新冠病毒呢将呢个世界呢陷入咗一个非常嘅时期。依家係一个非常时期。点样嘅非常法呢？係非常之安静好多嘅城市
啊，好多嘅道路都系封闭咗，码头、港口冇船啦，封闭啦，啊，咁样就系呢一个咧非常安静嘅时候啊，地球咧似乎咧啊可以咧系啊透透气啦吓，因为过去咧工业污染好犀利啊，空气污染啊，全球温室效应，依家咧就透一透好安静。咁呢个时候咧吓，啊，我最近咧系啊，即系啊散步。啊，都要運動啊！咁啊，就見到咧，啊，啲孔雀走出嚟喎，喺街喎，孔雀排隊喎，啊，排隊行街喎，啊，咁通常呢啲孔雀啊，喺動物園先見到噶。依家咧由動物園走出嚟啦，行街啦，啊，咁即係咧好安靜啦，因為冇人行啊，咁啊動物出嚟行啊。呢個係一個非常變化嘅時期，當一個動態平衡突然之間被打破嘅時候。就会出现咗静态当中的好多不定的变数啊！啊，我最近又睇到啊，即系印度一架车，车上面咧系载晒所有啲啊嗰啲嘅货物同埋啲乘客，乘客多到咧要爬到车顶，咁啊呢个巴士顶上面都系货物同埋人，好多人，咁啊前面一架电单车突然之间刹滞，咁啊嗰个巴士啊突然之间刹滞嘅时候咧，咁你可以想象到咧。车顶上的那些人全部是跌了下来的啊，真的呢不撞死都跌死了，真的这个就是在动态之中是个平衡的，但是突然之间停低的时候呢有个惯性，动态当中的一个平衡被打破了之后呢，在这种惯性之中，在这个静态之中会有一个不断的变数啊，这个变数是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所以我们看到最近这个油价是可以跌穿啊，跌穿到是负的40元甚至负的50元，那就是说你要去买油啊，不是说现在那些啊车油啊啊 gasoline 啊原油啊，原油可以做很多东西的，那这个原油呢，那你去买呢，买一桶呢，佢系贴翻40蚊俾你，贴翻50蚊俾你，即系我俾你钱，俾埋货你，唔该你咧，将呢一啲货拎走啦，咁样吓。咁所以咧系啊，供过于求。点解？因为咧飞机唔飞啦，啲人唔揸车啦，啊，工业唔生产啦，所以原油咧嗰个嘅生产咧就多咗啦。咁啊，阿拉伯同埋。俄罗斯他们又进行这个油价战，是不是石油一个经济战，那变成呢美国的页原油呢就即是生产过多，多到没有地方挤，那么就货仓呢就起价了啊，紧张了，没有地方放了。那放在哪里啊，在油轮上面啊，不是油船河的油轮啊，是真的放油的啊，运输的。哇，那么这些船呢都摆唔落啊！运用要运动好多船。2008年金融风暴啊，咁咧去到2009年嘅时候咧，全球咧系啊动用咗七八条船啊嚟攞嚟运油嚟载油啊。咁咧而咧当时咧系啊喺海面上嘅油咧有1亿桶咁多嘅吓。咁啊依家咧可能会更加多啊。咁咧就呢个咧系一个非常变化嘅时期。唔单单系油啊，供过于求啊，仲有一个问题啊，系粮食啊，大量嘅牛奶、鸡蛋同埋咧嗰啲嘅蔬菜、粮食咧都要销毁。你睇下呢个牛奶咧，哇，放喺水喉啦，将牛奶咧就倒落嗰啲坑渠啦。啲菜啦，全部咧要咧啊，即系咧系啊，都冇人手、冇人工可以咧系收割啦吓，嗰啲菜咧全部要销毁。洋葱啊，你睇下，要挂一个坑，将洋葱全部埋咗，埋翻喺个土入边。点解啊？因为咧，餐厅闩门啊嘛，冇咁多人，冇咁多餐厅咧去供去购买呢啲嘅蔬菜啊，所以啲农产品咧就供过于求，但同时咧仲系有人啊饥荒噶，有人冇食物噶，系咪？咁呢个嘅食物嘅银行啊 ,food bank 啊，冇人手冇人做义工，系咪？
哇！咁嗰啲人啊，又冇嘢食，所以咧呢一个系非常嘅时期，又系攞嚟啊，即系啊好多嘅食物咧系要啊卖咗啊，攞嚟卖，唔系攞嚟食啊，唔系一个糟蹋。但同时咧，又有人啊冇嘢食，系一个非常不定嘅一个变化，好多变数。而咧，专家预测啦吓，即系啊新冠病毒嘅经济危机将会喺呢两年里边咧，导致企业好多企业。会面临一场海啸啊，好大的一个啊企业的一个经济的海啸。由今年到明年呢，我们看到了很多行业呢都会呢很大的波动啊。那么有些行业呢就是非常之好啊，譬如电脑啊软件啊游戏啊电脑游戏啦 啊上网啦 啊那么但呢那些啊旅游啊娱乐啊飲食啊零售業啦，哇就會下跌啦，需要一段時間先至慢慢可以恢復上嚟啦。呢個呢係一個非常變化嘅時期。第三呢，呢個都係一個非常淘汰嘅時期啊。最近嘅報告出嚟，我哋發現呢喺呢個新冠病毒嘅侵蝕之下呢，邊啲人呢最容易呢係入醫院，同埋最容易呢係最受感染或者傳染俾其他人呢，就係非洲裔即是黑人啦 ,Hispanic, 拉丁裔即是墨西哥裔啊，呢啲人啊係最多，占嘅比例最多。仲有再嚟呢就係呢低收入嘅中低收入嘅呢係最多。除咗呢啲人呢係高风险，仲有呢老弱多病嘅年纪大嘅。呢啲人呢就会喺呢一次嘅新冠病毒之下可能会被淘汰。咁我哋睇到咧，耶稣曾经对彼得讲一句警告嘅说话就系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西你们，像西麦子一样。嗱，我睇到咧，撒旦咧就好似咧呢一个嘅图上面咧一个西子西呢啲人好似西麦子，咁咧人咧就可以被西西走啦，就被淘汰啦。呢个魔鬼嘅工作嚟噶，就喺呢一个嘅危机嘅时候、患难嘅时候，人嘅信心就最容易被动摇嘅。撒旦嘅工作就喺呢个患难嘅时候、黑暗嘅时候，就有好多嘅欺压拐骗都会出嚟嘅。人咧喺呢个艰难当中咧，就铤而走险咧，就去犯罪啊！所以喺呢个时候咧，我哋要警醒啊，一定要小心啊，因为魔鬼咧好似咆哮嘅狮子啊！来往遍地游行，寻找去吞吃的人我们一定不要被他吞吃了但耶稣呢安慰我们，他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为我们祈祷尤其是这个时候连教会呢门都关了，不能够开放，不能够进行很多的教会的活动的时候，而呢哇黑暗掌权，魔鬼撒旦用各种的方法呢异端邪教在网上面不断的欺骗好多个人。我们呢千祈不可以信心动摇一定要呢坚固对主要的信心，因为我们主为着我们祈祷。当我们呢经过了这个疫症之后，我们要重建要建立一个坚固的教会，让更多人认识主。第四，这个是一个非常的矛盾的时期。最近我们看到美国很多市民走出来了，不同的州出来游行，他们没有戴口罩有些有戴有些没有。然后呢带着个枪我记得看着哇他们拿枪出街，在那里呢说呢要复工，不要呢是再守这个居家令。顶唔顺啦，太烦躁啦，太苦闷啦。咁但系呢度咧又有啲护士、医务人员出嚟咧，系支持居家令。佢话咧，如果你哋唔遵守呢个居家令咧，咁我哋咁辛苦去遵守，守住屋企，咁呢个病毒咧又控制唔到，又爆发啦。哇，咁啊前功尽弃啦。咁但系咧呢个矛盾，到底系要保工作咧，还是保健康咧？到底我是要饿死呢还是病死呢
啊，点样都系死啦咁样样啊，所以咧系一个哇矛盾啊，非常矛盾啊，纷争嘅时期。我哋系要拯救经济咧，还是控制疫情咧？系咪？今次嘅呢个新冠病毒咧，惨过沙士啊！饮食业啊、零售业啊、旅游业啦、啊，都系重击啊、重创。商业要点样去抗疫救经济咧？啊，因为美国呢边咧系失业率啦系暴增啊吓，系一个悲惨世界。咁咧，所以美国总统咧就系呼吁啊，快快脆脆咧重启经济啦，甚至咧系咧系啊，要一味嘅求解药啊吓。啊，总之可以啊，即系可以医到啊，都系试啊。咁当然啦，千祈唔好攞呢个消毒剂啦，攞嚟饮啊吓，又唔好攞嚟啦啊，当呢个针嚟打会死人噶。嗱、我哋到底要等待几耐先至可以重出江湖咧吓？啊，咁、意思即系唔系话真系我哋啊重出江湖啊，我哋出嚟再一次得到自由咧。嗱、根据咧哈佛大学嘅专家嘅预测，佢哋咧研究。发现这个新冠病毒是很狡猾的，不会这么简单就会消失的。因此呢，他们是研究呢这个的防疫期间，我们必须要继续维持这种社交的距离的禁令，会好像一个水闸的开关反复不定的。即是我们守的时候啊，这样就这个的那个疫情就会下降，但是一旦咧，我哋放松咧，哇！嗰、那个疫症咧，嗰啲确诊人数又会增加，死亡人数又增加，咁我哋又要守翻呢一个禁居家令啦，又要社交距离啦，咁咧就会反反复复。咁咧又会几耐咧？由2020年去到2021年啦，仲未得啊，仲要去到2022年啊！咁如果我哋咧守得好嘅话，咁到2021年咧。嘅暑假，咁就慢慢就会平定落嚟，到2022年啦，我哋就太平啦。唉，真系弊家伙啊！原来咧呢样嘢咧唔系咁简单咧，就会可以好快就消失噶啦，唔同沙士唔同普通嘅流行感冒噶啦，好麻烦噶啦。但系我哋睇翻圣经，耶稣降世。嗰、那个时期都系一个非常嘅时期。当时犹太人佢哋咧被罗马政府、罗马人咧去统治，佢哋最大嘅期望就系可以推翻罗马政府，重建佢哋犹太帝国啊，犹太嘅国家。咁所以佢期望咧，上帝咧差派一个尼赛亚，一个救世主嚟。咁当耶稣嚟嘅时候，佢哋以为耶稣就系佢哋嘅救世主，就系佢哋嘅政治嘅领袖，可以为佢哋咧发动一场嘅革命，推翻罗马政权。但喺呢个非常时期咧，佢估唔到耶稣咧，佢系要叫人和平，要叫人爱人如己，甚至乎提出咧要爱你嘅仇敌。咁啊，犹太人点可能爱罗马人呢？所以犹太人好妒忌耶稣，又好憎恨耶稣啊！再加上耶稣呢，好多时候呢，佢呢係呀表明佢係啦神嘅儿子啊，佢从天而降嘅嚟拯救世人嘅，所以犹太人呢唔能够接受，就将佢钉死喺十字架上。神嘅儿子嚟呢个世界要救人脱离呢个罪恶同埋黑暗，嚟到黑暗里面，但黑暗唔接受光，呢啲罪恶嘅人唔单单唔肯悔改，仲要将神的儿子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一个非常反常的时期，是一个非常叛逆的时期，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时期。但感谢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从历史到今日，有哪一个人可以从死里复活之后不再死的呢？我们中国古代都有吃了些菜窒息咪就将佢摆喺棺材入边，啊点知啊抬棺材喐啊，嗰啲菜啊又食咗落去，咁又醒翻啦喎吓，戳下，咁咁就喺个棺材入边揼，哇吓到啲抬住棺材啲人咧，哇放啲抌低棺材啦吓，咁然后咧以为系见鬼啊系咪？啊后屘咧就叫开棺材啦，原来嗰个人咧嗰啲菜喐咗落去啦吓，咁佢又又醒翻啦喎吓。咁呢啲咧唔叫复活，
啊，呢啲叫做话啦，未死透，系咪？啊，暂时咧休克断气一阵吓，咁咧就咁啊，啊又啊活翻啦吓，都未死透啫，复活系从死里边第三日啦，耶稣第三日啦吓，都臭啦，人就死透啦，又从死里复活之后啦，唔会再死。历史里面都有啲复活嘅见证啊，但系活咗之后啲人活就系死，但耶稣复活咗之后冇再死啊，佢活到永永远远，所以耶稣复活证明咗佢系神嘅儿子，而且开始咗开启咗呢一个非常嘅教会时期。嗱，当耶稣受难嘅时候，被钉十字架嘅时候咧，耶稣门徒咧就突然之间进入咗一个非常嘅危险嘅时期。点解？因为耶稣被定罪的话，跟随耶稣的那些门徒都可能被定罪的，所以门徒都很害怕是要被捉拿的，被犹太人逼迫的，所以他们就躲在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关了门躲在很害怕，好像我们现在都在家里，大家怕什么？怕病毒啊，是不是？我们都没去到好像门徒当时呢，他们是随时可以被捉拿，就被钉十字架上被处死的，他们是非常危险的，他们是会死的，他们不是怕病毒，他们是怕罪恶，怕恶人拉他们处死，所以他进入一个危险的时期，而且他们失去了未来的盼望，因为彼得曾经对耶稣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彼得原本是打鱼的，啊，他卖鱼就可以卖，可以赚到钱，靠打鱼为生的嘛。他们撇下了渔网、船，撇下了他们的职业，跟随耶稣，想着呢，啊，可以发达的哦。跟随耶稣呢，第时呢，耶稣如果革命成功呢，他们可能有一官半职的，半职的哦。他们可以呢，哇，真的呢，升官发财啊。但耶稣被钉死了，咁而且换取返嚟嘅系咩呢？佢哋变成啦通缉犯，哇，都要被捉拿，仲有咩生活盼望啊？仲有咩工作机会啊？非常之害怕，非常之担忧，连生命都有危险嘅时候，佢哋对生活失去咗盼望。但感谢神，就是他们最害怕的时候，闩埋门的时候，匿埋的，好像没有自由的时候，耶稣的复活解除了他们死亡的恐惧，让他们是从这个害怕当中，一个失望绝望当中被释放了出来。耶稣复活之后，被他们看到他的身上的钉痕，一些的印记，被他知道耶稣真的胜过了死亡了。所以圣经话，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但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耶稣道成肉身，借着这个肉体受尽一切的苦楚、鞭伤，甚至死亡，就是想借着这个死来败坏掌死权的魔鬼。魔鬼呢，就令到人害怕，怕死，我们就变成了他的奴隶，被捆绑。但耶稣从死里复活了，胜过了死亡，胜过了罪恶，胜过一切的疾病。哇，这个呢，就是看到耶稣的德性。那么门徒呢，见到耶稣就有安慰，见到耶稣就有喜乐。耶稣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有平安了，因为他们除去了死亡的恐惧了。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吗？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的话，那我们岂不是自己呃自己？但是普天之下所有基督教会都是因为门徒，他们不怕死，他们胜过了死亡了，他们呢看到耶稣复活之后，他们就出来，不再躲起，他们到处去作见证，传福音，不怕死啊，为主作见证。所以我们看到初期的教会就在主日的时候来敬拜主，来纪念主的复活，证明耶稣从死里复活了，耶稣复活的大能在信徒的身上，
勇敢地为主作见证，不再怕犹太人，不再怕罗马人，什么人都不怕，连魔鬼撒旦都不怕，只是敬畏神而已。那我们看看呢，有些什么证据可以建立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相信耶稣的确是从死里复活的呢？原来呢，耶稣埋葬的时候呢，当时呢有一块布，那块布呢就是细麻布，是最好的一个细麻布，是亚利马太约室呢，就是呢在那个大祭司那边，在祭司那边拿来的一个，因为他是有办法啦，他又富有啦，他可以有钱啦，他有这个这么好的细麻布，那么为耶稣安葬呢，耶稣安就葬在亚利马太约室的他的坟墓里面。当时呢仲要特别呢为咗耶稣嘅嗰个嘅身形呢仲要刮一个窿，让个脚呢可以伸到出去。咁耶稣就葬喺亚利马太嘅约室嘅坟墓里面，有一块布包住。当时因为系一个安息日，冇乜时间，安息日一到呢就冇人可以做嘢㗎啦。所以佢哋呢系要趁着安息日来到之前，他们要太阳落山之前快点将耶稣安葬，所以没有时间帮耶稣做这个木乃伊，是包裹尸布，就是拿一些那些麻布的带来包，他只能够将一块的麻布将耶稣由前面后面这样盖住。更加紧要的就是亚利马太约瑟和尼哥底母，他们拿很珍贵的抹药香膏来抹耶稣的身体，让耶稣那些的伤口不要出血，如果出很多血，那个整个裹尸布全部就血淋淋的了。所以就因为这样，所以这块布很干净，虽然是有些血迹在上面，但是最奇妙的时候就是这块布保存了很多年。我们呢看到呢在1898年5月28号的时候，这块布拿出来在意大利展览，有一位的摄影师Secondo Pia， 他呢用他最好的相机几架相机是曝光慢慢影到今天我们高科技的数码相机都不能够影得比他更加清楚的这个裹尸布的相。他影了之后呢，将这个相耶稣的头面呢晒了出来呢，放大呢，哇一看，哇就有人像的嘛。然后将这个像呢，这个相呢在欧洲呢一发布的时候就引起轰动轰动啊。咁当时欧洲人看了个个都一认就认出这个就是耶稣。好妙啊，没人见过耶稣真像真相啊。但为什么一望住就认为是耶稣呢？所以甚至乎有些人认为呢，这个相呢是Pia 他自己伪造的，伪造的。我们呢就需要经过一个科学家的鉴定。这里呢 ,1953 年呢法国的医生 Pierre Barbet， 他呢就写了一本书叫做一个医生眼中的各个他杀。那这个医生呢，他呢是特别呢是考察了这个的裹尸布，他从医学和生理学的角度来看耶稣的这个手，发现呢在这个裹尸布上面的手印呢是没了大拇指，而这个钉痕呢是钉在耶稣的手腕，而不是呢传统教会的这个画古画都是耶稣的手掌心有个窿嘛。到今天还有些电影拍的时候，耶稣都是在个钉痕的手在个手心都是错的。咁因为呢个医生呢，佢呢喺屋企呢就真係攞个十字架将一啲嘅尸体呢就挂喺个十字架上，我真係钉十字架攞钉。咁佢发现呢，如果钉喺个手掌上面呢係落唔到一个嘅人体嘅。要将个钉呢喺嗰个手腕嗰度钉落去啦，先至要落得到嗰个百几二百磅嘅个重量先落得到。但係如果要咁样嘅话呢，呢个钉就要喺正中神经钉过去的时候呢，你的手就会收缩，大拇指就会缩了进去。所以呢他就提出发现中央神经被破坏，导致人的大拇指向掌心内弯
弯曲收缩，加上人死之后出现一种僵尸的现象，就导致这个裹尸布的影子上面这个手腕呢，这个手呢就没了这个大拇指啊，没了大拇指，只有四个指头啊。所以这个呢是啊医学家啊以他专业的知识研究判断鉴定，他相信呢这块裹尸布上面钉的就是耶稣。咁呢就去到呢1976年啦，首度发现咗呢一个嘅立体影像。3D 啦，立体嘅係美国当时呢高科技係军事运用啊。佢哋喺高空侦察一个地面嘅时候，佢哋呢係要睇一啲嘢要变成立体。咁呢一个嘅电脑嘅一个扫描技术呢，佢做到乜嘢呢，就如果一幅画入面画个人像是假的话，你摆落这个扫描机就不会扫描到立体影像出来的。但如果是一个相，那个相拍的是一个真人，真人的相的话，那这个相虽然是平面的，但摆在这个立体的电脑扫描机的时候，就会扫描出一个立体的影像出来。所以在当时这个裹尸布的相晒到出来的时候，就很多人呢就怀疑认为这个裹尸布上面的这个耶稣的影像是画出来的，是假的。那现在很简单了，只要将这个裹尸布的这个相啊那么拿来摆在这个的立体的 3D 的这个电脑扫描摆下去一看，看是不是立体就得了。那么竟然呢在1976年啊美国的太空总署的这个约翰杰克逊啊，咁啊，同埋一啲嘅科学考察团啦，佢哋喺呢一个嘅电脑嘅扫描之下，发现咗耶稣嘅呢个裹尸布上面嘅呢一个嘅像咧，唔系画，系真系人影嚟嘅，系立体嘅。所以当时咧，就有啲科学家由怀疑变成相信啦吓。咁啊，1978年咧，是举行了这个世界啊所有科学家尖端科学家的科技大家一起合作，是啊打破呢这个科学研究历史的了啊，世界各国的这个科学家大家呢聚集在这个意大利，就是为了研究耶稣的裹尸布是怎样一回事啊。咁呢个摄影师啊，现代摄影师啊，咁就亲眼啊，佢哋呢係睇到呢个耶稣嘅裹尸布上面有血迹啊。呢、这个化学家啊 ,Roger 呢，佢臨死之前呢，佢再一次化验呢，证实呢一个裹尸布呢係真实嘅，唔係画嘅，唔係假造嘅，唔係捏造嘅。Duke 医学院啊，杜克医学中心退休的一位的权威啊，裹尸布的权威 Alan Wenger， 他呢就说了，都林裹尸布是现存集中被研究的单一物件，可能有67个不同的科学领域和学术界在某一个程度上呢是关注这个的都林的裹尸布，因此有十分大量的研究在进行，我们确信多林裹尸布确实是拿撒勒人耶稣的埋葬用的裹尸布啊。这些专家证实这个裹尸布上面有很多的证据啊。我们看到这个相映出来真是耶稣的头是不是手啊身啊，背脊很多的鞭伤鞭打的啊，有些血迹啊，这个是背面，这个是正面啊。我们发现在裹尸布上面没有任何的颜料，但有血迹，还有很微薄的碳印所留下清楚的人体影像啊，很薄很薄很微的。那些碳印是怎样留在这个裹尸布上面以至变成一个人像呢？所以科学家相信呢，应该是有个巨大的能量，好像核弹爆发那样，那些激光啊，那些雷射啊，咁啊，喺每一个嘅汗腺、每一个毛孔、皮肤嘅表面咧，系散发咗出嚟，一时之间散发出嚟咧，就将嗰啲印咧就印咗喺个裹尸布上面。咁啊，仲有一个问题咧，就系我哋呢个布咧包喺身体咧系唔平噶嘛，咁啊印出嚟啲像咧，哇，好清楚喎，啊，好平噶喎，所以咧又有啊
天體物理學家攞諾貝爾獎嘅，佢提出咧當時咧應該咧係發生咗宇宙間一個好偉大嘅奇蹟，就係耶穌復活嗰刻，耶穌咧飄喺空中，然後嗰塊布咧就拉平咗嘅，跟住就好似影印機咁樣嘅，耶穌嘅像咧就一印印咗喺嗰塊布上邊，所以先至可以留下咁清楚嘅耶穌嘅影像啊，而且係正反面都有嘅啊，即係影印機啊，正反面印啦嚇，都嚟印啦。所以我哋相信咧，耶穌係從死裏復活啦，勝過咗死亡，勝過咗黑暗，勝過咗罪惡，勝過咗一切疾病恐懼。所以耶穌復活之後，他讲的第一句说话和门徒讲的就是愿你们平安，犹太人见面的时候都会讲 Shalom 平安，但耶稣这个时候他从死里复活再同人讲这个的问安的说话就很有意义了，因为他是死过又从死里翻生了，他下到阴间由阴间里翻回来了，他打破了死亡的权势，胜过魔鬼撒旦一切的权势，这个时候耶稣说愿你们平安，这个就是非常时期给到我们的非常的安慰。耶稣讲了这个说话之后，就将这个手和肋旁给他们看，这个就是一个证据，证明他不是其他人，就好像这个裹尸布上面的那些的肋旁的这个这个枪的这个记号和手的钉痕都在这块布上面的，还有上面有耶稣的名啊，这个布上面呢有希利文啊，有些文字记载，还有很多很多的奥秘啊，在这块布留低啊。耶稣将这些的钉痕、肋旁的这个伤痕，俾他们看到之后，他们就喜乐了，非常之高兴，因为他们认到是耶稣了，因为耶稣复活之后，他样都不同了，是带着荣光的嘛。而且他们是闩埋门的，为什么会有人出现啊？难道见鬼啊？是不是啊？然后耶稣又再跟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啊，第一次说他们平安就叫他们不要怕，我不是鬼，第二次呢就是你认得我是耶稣了，那你要平安了啊，更加要平安了啊，双重的平安，非常的平安啊。然后耶稣说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在耶稣讲的这些说话里面，我们有五点跟大家做总结。第一，平安是从复活的主来的，因为耶稣胜过了死亡了，没有任何东西是比死还恐怖的，但耶稣连死都胜过了，我们就可以得到真正的平安。喜乐是因为相信主的复活，当门徒见到耶稣的钉痕的手肋旁的这个伤痕的时候，他们呢就有信心了，他们眼就打开了，因为他们看到耶稣啊真的从死里复活了，于是就快乐了。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没有人见过耶稣的，我们都没有可能见到耶稣的，我们都没有可能回到耶稣的时代见证耶稣的复活，但是我们可以有信心，我们肉眼见不到，但是我们的心眼可以见到，如果你的心眼见到耶稣真的为你而死又从死里复活的话，那你就不会再有任何的疑虑了，又不会再有任何的担忧了，你就会有喜乐。当一个人除去了所有信仰的疑虑的时候，不会再怀疑，真正相信的时候，哇，那个快乐是不能够用言语用金钱去换取回来的。所以各位朋友，相信耶稣吧，耶稣的确为你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从死里复活了，如果你有信心，你的心眼就打开，心眼一打开了，你就见到了。信心好像什么？信心就好像你用电脑的时候需要密码，如果你没有密码的话，你就入不到，你入不到去的时候你什么都看不到，但有很多人有密码，他密码一打下去，哇，这样就入去了，有新的世界，就看很多东西去跟人沟通了，但如果你没有信心，你就没有这个密码，没有这个密码，你入不到这个的网络，你见不到，你看不到，什么都看不到。所以这个信心就是我们打开我们跟上帝沟通的密码，
你有信啊，你唔需要犹豫啊，你只要信接受，将你嘅密码打落去就得啦。但你犹豫，你唔信，咁你又冇密码打得落去嘅话咧，我你打错啦，啊，你信错嘅话都打唔开。所以真正嘅喜乐系从我哋嘅信心嚟嘅，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啦，你就有呢一个信仰嘅密码，可以打开同上帝沟通嘅呢个网络。信心使我哋有一个新嘅使命，就系去传福音。当门徒喜乐之后，耶稣话：你哋平安，愿你哋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当你哋有平安有喜乐啦，你就要开始传扬呢一个平安嘅福音，要将呢个好嘅消息传俾其他嘅人。耶稣系奉父嘅差遣嚟呢个世界，完成咗呢个救恩嘅使命之后，佢依家又要将呢个使命交托俾我哋，让我哋将呢福音传开。所以依家我哋居家令，甚至我哋教会咧所有嘅活动都停止。但系依家我哋要学保罗啊，保罗都可以喺监狱里面写监狱书信。我哋而家都未至于都去到坐监啦，我哋喺屋企啫，我哋喺屋企都可以咧，将呢啲嘅福音嘅书信啊，将呢啲新嘅福音嘅信息啊，网上嘅一啲嘅节目啊，好嘅，我哋去大大传开，用个人睇到之后，好似保罗嘅书信一样，一路传到今日。我哋都希望呢啲福音嘅信息都能够喺全世界去传播，让更多人认识主耶稣基督。耶稣讲咗呢个说话之后咧，就向佢哋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第四，信徒要接受圣灵嘅充满啦。当你哋有平安啦，有喜乐啦，要去传福音啦，就需要被圣灵充满啦。因为只有神嘅灵先至可以完成神嘅功，因为整个宇宙嘅创造都系神嘅灵在水面上运行。神借着圣灵创造了万有，连神的儿子道成肉身都是要圣灵感孕，玛利亚怀孕生子。到了耶稣来传道的时候，他医病赶鬼、传福音、讲道，都是靠圣灵的大能才可以行神迹。到了耶稣从死里复活，都是需要靠圣灵的大能，让他能够从死里面复活。今天我们要得到重生，都要靠个圣灵而重生。同样，今日我哋要为主作工嘅时候，更加需要圣灵嘅充满，靠圣灵嘅大能，先至去将神嘅工作做成啊！今日你系靠你自己嘅经验，靠你自己嘅学识，靠你自己嘅才干，你系唔能够将神嘅工作做好嘅。因为神嘅工作一定要靠圣灵先至可以做得成功嘅，因为神嘅工作就系圣灵嘅工作，唔系人嘅自己嘅智慧、聪明、才干。因为咁样嘅时候，我哋就会自高自大，我哋就会靠人而唔靠神。只有被圣灵充满嘅时候，我哋就系靠圣灵行事，圣灵就可以将神嘅工作系做到啦，超过我哋所想所求嘅。所以今日上帝对全世界嘅教会系一个考验，所有人为嘅嘢都要摆低。你有咩巴闭啊？你有咩才干啊？你有啲乜嘢学识啊？有啲咩金钱啊？今日在这个疫症的期间，什么都要停低了。但是上帝的作为没有停低，圣灵的工作没有停低，圣灵依然在那个不断的充满人的心，感动人的心。所以我们今日需要安静在上帝面前，领受圣灵的充满，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我们为主作工。最后，信徒要饶恕人的过犯。耶稣话：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咩意思呢？当我们被圣灵充满，要为神作工的时候，需要咧除去我们心中的罪，因为罪就是我们同神之间的拦阻，罪就是神工作最大的拦阻。如果我们心中有罪的话，我们的祷告上帝都不垂听。咁乜嘢罪係会阻拦咗圣灵嘅感动、圣灵嘅工作呢？会阻拦咗神嘅工作呢？就係仇恨，就係嬲怒，就係苦毒，就係埋怨。你咪赦免谁啲罪，谁啲罪就得赦免了；留下谁啲罪，谁啲罪就留下了。咩意思啊？当人哋得罪你，你唔饶恕佢，嗰个人就被你定罪啦，佢就被捆绑啦。但同时呢，你都被罪捆绑啊，
因为耶稣话咧，你哋站着祷告嘅时候，如果想起人得罪你咧，你就要去饶恕佢。如果你要唔从心里边饶恕人嘅过犯，你唔系天父都唔饶恕你哋过犯，咁嘅情况，你祈祷上帝唔会听嘅。你要除去与神之间嘅拦阻，就要除去呢一种嘅嬲怒，除去呢一种嘅怨恨。你要饶恕所有得罪你嘅人，咁上帝就会饶恕我哋一切嘅过犯。我哋嘅祷告，上帝先有垂听，圣灵就可以感动我哋，就唔会为我哋担忧，我哋就唔会消灭圣灵嘅感动。所以我哋一定要咧系饶恕别人嘅过犯，咁样我哋自己就会得到释放。我哋饶恕人嘅时候，人就可以得释放。所以耶稣话：你哋在地上捆绑嘅，在天上都捆绑；在地上释放嘅，在天上也释放。我哋要捆绑嘅系咩？系撒旦啊，系罪恶啊！我哋释放嘅咩嘢？释放嗰啲被罪恶捆绑嘅人。首先，我哋自己要得释放。我哋如果心中充满怨恨、埋怨、苦毒、嬲怒，咁你咪自己就被捆绑咯。你咪自己捆绑自己，然后我哋又咒骂别人。咁你咒咗别人嘅时候，别人又受捆绑，你自己又受咒咗，你自己再受捆绑。所以今日我哋虽然咧喺居家好似冇乜大自由，但神嘅道冇被捆绑，神嘅爱冇被捆绑，神嘅平安冇被捆绑，神嘅喜乐冇被捆绑。喺呢个非常嘅时期，上帝要俾我哋有非常嘅安慰、非常嘅平安、非常嘅喜乐。我哋低头祈祷，亲恩主，我哋多谢你，愿你祝福我哋，让我哋喺呢个非常嘅时刻，藉着这个话语得到非常的安慰和喜乐，让我们在这个的安静的时候去将你的福音大大传开，要求主藉着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还有什么隐然未现的恶和罪，让我们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使我们得到释放，得到自由，我们将福音能够大大传开。愿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最后有三个默想问题。第一，最近在你心中有平安吗？是真的平安，你有没有真平安？第二，最近在你心中充满喜乐吗？是真喜乐。第三，最近你在那里生气着谁呢？跟哪些人有摩擦呢？你是否能够饶恕得罪你的人呢？愿主赐福你们。我们今天信息就到这里。